Cabral Serve Your World， 成就生活极致，创造无限可能。 Cabral Serve Your World， 标新立异，尽在凯擘。乡亲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，我是林桂英。今日是在新历的9月23日哦，旧历的8月30日，礼拜二。好，这新闻一开始，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的新闻。报道顶一名同姓男子讲骑过后，五名坐甲真粗，用的男子弄入去厝内，滚啊摕个乌乱喊哦，门窗电视甲两台车是互喊甲脆糊糊。建国科技大学五名学生甲一名老师去韩国参加2014年韩国国际美容艺术比赛，学生夺下5面金牌，老师嘛得到上悬的金奖。华山创世基金会新港站毛公已经开始验温度，目前真需要义工来到三工到厝内服务时段。详细新闻内容，稍等下报给乡亲知影。好，来新闻首先哦，来看报道顶传出喊车的暴力事件。丰台天担任民防分队长说，当的这男子哦，讲伫这厝内底看电视的时阵，向强哦弄入来这五名男子哦，这棍啊摕咧哦，伫个这客厅咧胡乱喊哦，连停伫咧门口的两台自销客车，嘛互喊家咧毛毛累哦。警方根据这路口监视器是带回五名涉案的男子，因是警。清哦，甲这被害人的后生哦，有这财务纠纷，才会动手来喊处。这两部车的人呢，现在全部都下来，要往那个林边的家中去查。一群少年人气噗噗提着棍仔落车，无一捆啊工具，停伫咧面体头前的两台轿车已经密密冒冒。唔呐安尼，就连徛过玻璃门嘛是同款，歹徒佫冲入去厝内，嘛甲电视卡破。惊啊！伊阵啊，惊嘛，唔知要安怎。硬拍破人，阮说咧，硬拍破人，怎啊入去内底拍物件？冲入去，惊到错尿咧！我车孙啊，惊到厝内唔敢住，甲阮新妇怎啊唔敢住，怎啊走到因老头？还是讲甲恁囝有财务的纠纷哦？无财务啦，因咧也在啥物过节啦。啊，你对唔对？是少年人，你来去处理去拍，你来个厝内拍，对无？这社会安尼无天理嘛，对无？平常时热心公益的被害者，煞是拄到遮尼恐怖的代志，而且阁唔是头一届。今年的正月来拍一届，迄阵我车驶出无一个玻璃拢弄破，甲两台我都要甲弄破。唔是第一届啊。第二届。啊！迄届当前伊，光头白日竟然发生遮尼冲动的代志，警方已经根据监视器掌握五名嫌犯，要求到案说明。大众新闻张世良报道，彩虹报道。好，说落来哦，是台湾之光，嘛是中华之光。2014韩国国际美容艺术比赛哦，中华建国科技大学总共是来摕到5面金牌，连老师嘛来得到相关的金奖，分别伫咧脚部护理、脸部美容、卡接片啊这护理哦、刮痧疗法、时尚彩妆加新娘彩妆哦，拍赢这韩国、日本、英国、新加坡、香港、中国、泰国等8国2400。多提到国际美容艺术大赛金牌，得奖的学生甲老师是赶紧来分享这份荣誉。为着参加比赛，学生唔拿牺牲休困的时间，不断练习，爱哥受一进步。韩国人他们的妆就是新娘妆不会化很浓，所以我们要配合他们那边的新娘妆，这样才能在那个比赛中的脱颖而出的感觉。摕到时尚彩妆设计金牌的男同学是上亿人瞩目，伫咧普遍拢是女性为主的美容设计界会当摕金牌。学生讲，因为兴趣，可以有动力来完成梦想。女孩子啊，男孩子，你凭什么去一直碰女孩子？我就觉得说，这还是一个因为观点不同，但是设计出来的东西，也许男生有的想法会比
女生的想法多一点，就是至于男生对女生的看法。也够提到北部护理金牌的学生讲，因为真爱替厝内人抓人，才会决心投入这项真费体力的产业。我很喜欢帮家人按摩，对，因为我家人就是其实很喜欢我帮他们按摩，然后因为他们说我帮他们按其实很舒服。然后在国中的时候，我事实上很喜欢，就是帮，就是很喜欢这一块。建国科代表示，韩国国际美容艺术大赛是亚洲上高规格比赛，今年有八个国家2400多位选手参加41个项目的竞赛，建国派5个学生参加，5位拢得冠军，确实是不简单。大专新闻张世良中华彩虹报道。啊，那过来哦，同款真厉害的，也个有这个福宝村的村长吴耀辉、后生吴明忠，用着这莲雾村意象，带动全村总动员加入这彩绘行列，将社区的中乱点打造成蓝晒图、建好车站等新景点，而且这布置的物件拢是利用回收物品来打造的，充满这卡斯创意，嘛，和福宝村哦，三个这中乱的景点，得到中化光抗地抗。抗除哦，整顿两个特优，一个优点哦，破坏三种行的好成绩。放炮啊，大红棒祝贺！福宝村全民是拍炮啊，感谢志工的辛劳。因为福宝村三个中乱点大改造，是来得到美化中华、环保中华、全关总动员的两个特优，一个优点。会当讲是全中化县成绩第一名的社区。我本来是一个风头水尾上海边的所在，会当伫这几年来呢，啊，受到咱村长爸仔带领志工呢，甲咱的环境呢，啊，因讲每一年伫咱县政府环保局的考核吼，逐年都有得名列前茅的奖项吼。啊，真正爱个感谢吼！福宝村长吴耀辉、后生吴明忠，用着莲雾村意象，带动全村总动员加入彩绘行列。除了中线蓝晒图以外，即马国家卡通探险活宝老皮阿宝带入社区，变成为幸福车站。进入车站，阿爷主角是伊咱这高铁老皮甲阿宝为主角啊来甲伊。彩绘在墙壁啊，然后做一些做一挂 3D 的物件来给它衬托上去。经费不足，这挂社区布置拢是用回收物品再利用，亲像幸福车站是用回收废弃木材起的，车链用油漆桶来挂，连椅啊卡拢是用外地的板啊重新油漆改装的，省钱又够环保，卖当教囡仔知影爱惜物品。这次可以得到三个大奖，得到奖金19万，对社区来讲是一大动力，让社区可以继续打造出特殊的莲雾风貌。大奖的新闻不允许先彩虹报道。鹿港木雕大师是金福哦，培育新一代木雕师甲劳动力发展师，开办名师高徒的计划，去不少大学生甲硕士生哦来学习，马上回来。新政府套路宝贝啊，来啊！马上就业，幸福加倍。